Hello， 灰宝贝，看到镜头了哈，来大大笑一笑。对了，我们今天的灵修主题叫做“大大笑一笑”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。在箴言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，你心里快乐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？你会笑，会唱歌吗？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，抱抱爸爸和妈妈，还是哈哈大笑呢？每一个人表达快乐的方法都不一样，但是有一样是大家都会做的，就是微笑。来看镜头笑一下啦。好，你觉得快乐，微笑就会不由自主的在你脸上出现，并且会留在那里哟。所以，唱吧，笑吧，快乐的跳跃，让你快乐的事情可以真的是那么多，心里快乐的。满面笑容，然后常常快乐，微笑不停。When I'm happy, I just have to smile, and then my smile will stay for a while. OK， 好，你在抓什么东西？哦，原来你自己要看书啊！哎呦，你的脚也上来了，有快乐吗？有没有大大笑一笑？好，那我们就上到这边喽，拜拜。